就那个拿游戏，就那个张老师的鼻子，说去那个消防大夫，他看耳朵，人家老师说哪儿到鼻子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耳朵，你看你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还那说油慢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早点套出来去，俺们不敢弄的，对他们没药，他说你得这帮药软化了以后一套就给套出来，人家不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可能，我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心怎么那么大一块？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吧。哦。一般时间短了形成不这样。那天说耳朵这油慢，那些好什么呢？耳朵拢不去，牙变下耳听。我跟你看，又一块。嗯。哦，这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也是。嗯。都满了。嗯。要不咱就没了。嗯，背满了。哎，这不得得背呢，也挺了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第一。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，等十多分钟的。嗯，行，你要没处坐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，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，等十多分钟好吧，实在是有人再来。别说人就是不是人有啥事。嗯，全都耳朵，听不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有的做的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。嗯。医院就麻烦，他得挂号闹线儿的。嗯，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咱俩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弄东西给你吸还疼还害怕，咱这个他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嗯。越忙越捣乱，你看习惯了还破了。哦。对，你看你哥都看出来了，这耳朵都该有毛没毛是吧？对。哦。以后说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偷偷的。啊，我这毛病。偷偷不容嘛。嗯。偷偷就是没东西，偷偷也轻松呀。包一会儿多少钱呢？嗯，连套带洗是60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是个结石。咱们这结石是150，你这人就跟外边有价那表还在这儿，我刚接下来。你这个干一下也是麻烦，你就给我整就行。那不行。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。嗯，咱主要是忙，主要是好能日行，有的你看这结石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他这个弄不动。弄不动，哎呀，太麻烦，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你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对。赶上有的那来了，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。你我给你掏不疼是吧，大姨？不疼。有的来了，他虚虚火火。他给你打歪歪。嗯嗯嗯。这边小的点儿心，有了往一碰上碰。嗯，不疼。看不见两手攥着的，外头的。看你攥着拳头了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你不用管它。嗯。这个做结石一次性。啊。嗯，做出来就完，你甭管它就行。嗯。我给你上这药，你不能掏。洗头洗澡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。这堵嘛就养子呗。养子袋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。哦。堵上它，别让它进东西就行。哦。你这里头有药吗？有。拖着是空的呢。不。你掉两分儿吧。哎。两分儿。是轻松的。嗯。哎呀，肯定是轻松。你多那么两大摊东西哈。
就是血蛋子似的，对，是吧？嗯，他不搞脑耳朵脑的，不是不是，不脑血管，脑血管耳朵。哦，你想你想这些个东西，这整道得读多少日子才能？是一个红色的腰杆啊，好的，快递哈，你不放凳子上吧，好嘞。